是所制作的专题 FPGA 智慧视觉机器人。看这个机构有两颗 CCD， 这颗 CCD 是用来辨识主料台上是否有附件，这颗 CCD 是用来辨识送料台上是否有物件。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机体 FPGA， 它是以现场可程式化杂阵列技术，透过学校所提供的 Level Build 程式来编辑。这是四轴机械手臂，它是用来夹取物件。这是我们自己制作的集成板，它是用来连接 MyReal 四轴机械手臂还有电源。这次的专题我们用来模拟工厂的分类与存放的作业系统。再来是我们这台平板电脑，它有即时控制同步显示画面的四个功能，利用 WiFi 无线网络可以远端操控的机器，大大的提升它安全及方便性。只要平板电脑打开就知道目前状况。料台上已经没有空位，我们可以将其随便一个料件拿起来。现在看平板画面，它会同步将那个消掉，无需刻意用手动的给予信号，它会自动侦测目前空位的线，并且再放料件到正确的位置上。当遇到损坏的物件时，机械手臂会停止动作，或是我们可以使用平板电脑上面的停止按钮，等待人工排料就可以继续进行。三位成员的分工学习下，学习到 FPGA RIO 的应用，还有 Level Build 的程式撰写，模拟工厂的作业流程、机器视觉辨识物件以及机电整合，结合物联网的应用。以上是我们的专题报告，感谢各位的观赏，谢谢。